拜托。要唱歌的。送礼物没有拥抱这个环节的。嗯、谢谢。你可以先抱我。哎，算了。好了。不要。坐。不要，你不礼貌。你坐一会儿啊，你只有坐几十秒的时间，你不坐，待会儿你也下去了，好不好？嗯，好的，时间到了。怎么唱的来着？没有。好了，我们唱一点，好不好？唱一点，好不好？预备，穿过遥远，预备，起。穿遥远小溪水，守着一株小玫瑰，它总是梦境交给。你是假的，出去吧。可可，我加油，记住你的名字。我了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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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了，阿姨，我后面我了，出来。要，我了。你给我一把刀吧。我了，再见，拜拜，拜拜。再见。不是，就是你怕不是个耍子吧？注意安全哦。好了，好的，拜拜。不要感冒，祝你好运来，还是要祝你好运来。北京站有看到我的千千，千千，我学医的，我不想剃头。就是我们那个的技师。哈哈哈哈哈！你们居然在，居然导演师。是的，是的，我酸了，但是谢谢那时候的米米们一直陪着深深。